9月10日消息，昨日，地图 APP 开通了助老功能，老年人使用该功能可以一键叫车。今年1月底，作为系列助老服务措施之一，高德打车推出可以一键叫车的助老打车模式。该模式率先支持老年人常用的支付宝和微信小程序。今年以来，高德打车推出了系列助老服务，持续优化老年人数字生活体验，帮助老年人打车更方便。